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怎么样把脸上的痘痘去掉。因为在拍照的话，我们平常可以用 Photoshop 的软体就可以把照片轻松的把它磨除掉斑点的部分，可是如果在摄影的时候呢，会非常的麻烦。那要怎么办呢？事实上你就必须在自己的脸上下功夫。第一个就是早睡早起，让自己不要长痘痘，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。一般我们用最快的方法就是，第一种，我们用这个 BB 霜，你到药局或者康斯美之类的药局就可以买到这种 BB 霜。那这个 BB 霜颜色呢是肉色的，哦 ，BB 霜的颜色是肉色的，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好，算了。但这个肉色 BB 霜呢，可以直接涂抹在你脸上的痘疤的位置，但是要先把汗擦干，因为太湿了，所以这个皮肤擦干之后呢，再抹上这个 BB 霜，让你的皮肤呢可以白一点，把那些痘疤啊、斑啊把它抹除掉。啊，当然不要在开拍的时候才抹，你要在那个还没拍之前就先在浴室先抹好。那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可以到药房去买这种，这个是如果你去做过雷射的话，你可以去买这个肉色的这个贴布，在药房就买得到。那还有一种是痘痘贴，痘痘贴也是肉色的，痘痘贴可以直接把它剪一小块，然后贴在你的那个伤疤的地方，那它就会看不见。好，我现在要镜子前面把这个东西贴在脸上，让它拍起来效果更好。稍待一下。开始了，有没有红点？有啊。哦，好，刚刚去把这个 BB 霜抹在脸上之后呢，现在就已经看不出红色的痘疤，也看不出那个，如果你有雀斑的话呢，也可以把它盖斑盖掉。那如果这很严重的话呢，才需要用到这种。刚忘记讲，这个叫人工皮，你可以在药局、药妆店买到这个人工皮，然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讲说后面这片绿色的绿幕，平常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像这样子把自己家里的油漆啊，把自己家里的墙壁油漆成绿色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讲解就是绿幕的制作方法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家里的墙壁漆成绿色的话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直接去买这个东西，直接去买全开的图画纸，全开的图画纸，然后我们多买几张，比如说买个四张，然后把它贴起来，把墙壁贴起来，用胶带把它贴起来，真的很简单，而且也很便宜。另外一种方法呢，因为这必须把它贴在墙壁上，另外一种方法，如果你觉得这样贴不好贴的话，还有一种东西，你可以买这种瓦楞纸，这种绿色的瓦楞纸，绿色瓦楞纸也非常好用。哦，像我这样子就会有个绿幕的效果。那你可以多买几片，一样多买几片，把它贴在你墙壁的后面，像这样子把它贴起来，把它贴在墙上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，等一下看我剪接的影片就会知道它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好。好，这就是最简单的用绿幕的方法。那这种瓦楞纸它的好处是它可以活动，譬如说我今天要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那我只要把它放在我的椅背上，我就有绿幕的效果。好，我如果换一个地方，我又可以把它随处移动拿到其他地方去，这就是我很喜欢这种瓦楞纸的原因。那如果是像刚刚的这个图画纸的话呢，因为图画纸它比较需要固定，所以它可能粘在墙壁上比较不会拔下来。那刚刚那个瓦楞纸的话，你可以随处移动，就非常非常的方便。